是阿春，欢迎来到无名阿春系列爆破解说。我们的无名阿春又拖更了，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知道为什么拖更吗？因为天气太热了啊！天气太热，有人会问天气太热怎么就成了你拖更的理由了？你要知道，这个天气一热，心情烦躁，什么事情不想干。你不要说拍视频了，我现在连打游戏的镜头都没有了啊！那所以说，这边这视频拖更了几期，然后这一期咱们要打一个不一样的地图，就是这个叫冰雪山庄，是吧？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祈求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寻找一丝凉意啊！好，那么上来非常尴尬，就是我在搜寻 A 点的时候，竟然被一个箱子闪出来的敌人给偷袭了我。这个刚上来第一回合就给我打尿了，是吧？好，那么那第一回合就当是我们一个试水，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回到我们的游戏解说。最近枪法比较水，我也是在拿这个荣耀 M4 在寻找手感，因为最近 AK 感觉压枪的这个感觉不大对啊。那这个荣耀 M4 呢，它的这个稳定性理论上来讲是比荣耀 AK 要强一点的，所以这一期我在用这个 M4 啊来寻找一下手感。好，然后首先呢，我们还是再回到 A 点，这次一定要格外留意一下那个箱子后面了。哎，那箱子后面竟然被人给埋伏了，我真的是醉醉的。好的，然后绕到中间来，哎，看到一个家伙没有看到我，果断开扫，哎，然后给他扫掉。这大家就能看到我这枪法有点水了。你看这家伙没有看到我，竟然还扫了这么多枪，哎，然后这个也是扫掉。那可惜这两个都没有爆头，最近爆头率我发现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啊。这个时候呢，发现就剩我自己了，然后对面三个人，问题在关键在于我们的包竟然在家里啊，竟然在家里，你这搞得我怎么玩啊？我这边只好慢慢的呢往回走啊，一边走还要担惊受怕的。小心翼翼搜点儿啊，生怕被埋伏。然后一看时间不够了，决定撒开鸭子准备跑啊。好，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小伙子，他貌似没看到我。我去，好，赶紧开扫。哎呀，有点水，但是最后还是强行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以后呢，包就掉在我们的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过来捡一下包。这个时间貌似不大够了，我们捡完包呢，以最快的速度火速赶往包点，但是估计时间还是不大够用了啊。在赶的过程中听到这边有脚步声，看到上面一个人往下走，直接给他带走，完成四杀。四杀以后呢，然后时间就到了。那这一回合非常可惜的啊，失败了，因为时间不够。然后这个包，这个拿队友的包，他把包掉在家里，这就有点尴尬。这个跑了大半途的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跑这个路啊，就有点忧伤了。好了，下一回合呢，我们来冲一下这边的 B 点啊。对面打得比较激进，我也是看出来了，所以说我决定先在箱子后面躲一下，等一下时机好，看到后面有人，一个提前枪啊，直接先压枪扫射，让他的脑袋来碰我们的子弹，直接爆头带走。捡了包以后呢，我们去 B 点看一下，然后小心翼翼的过这个门这边经常有埋伏，所以说听脚步进步。好，来人了，一个秒爆带走以后呢，来检查一下，搜一下点。这边的话就剩一个队友了，咱们就要靠自己了。然后因为另一个队友离咱们很远嘛，所以说这个 B 点基本靠我们自己。好，听到脚步声，这边过来一个人，一个闪身拉枪爆头带走啊。好，然后我们这边开始果断下爆，你别缩一我在这个配音呢。好，这个时候看到后面来 nice 四杀爆头。我们上一回合刚刚说完我们的爆头率下降，然后这一回合就来了一个四连爆头，非常的爽。哎，你真能扯犊子啊。 OK 但是我觉得亮点在后面，就是说我下了包以后在这边这个等待他来拆包，然后也是仔细听脚步声，等了很久以后呢，发现脚下有坨血啊，啥玩意儿。然后我拉出来一看，到一家伙从那个门里闪了出来，然后我开了两枪，然后我觉得他都发现我的位置，应该不会贸然拆包，所以说我决定先撤一波，等他来找我。然后他结果他扔了手雷，没有炸到我，但是我对，然后我在这里傻了吧唧的等了半天，发现人家强行去拆包了。哎呦，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啊。哎，我真是没想到他敢强行拆包，我觉得他怎么也得过来先骚扰一下我，结果人家一个手雷过来直接去拆包去了啊。你看我聪明反被聪明误，直接是傻眼了。那很可惜的丢到一分，下一回合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路线啊。俗话讲狡兔三窟，不要在同一个树上吊死，多换换路线。好了，然后看一下有人在追我，哎，他来了，然后我们一阵开扫。哎呦我去，吃了个大亏，血也是变成了大残。不要慌，等他来找咱们，抓住机会一个爆头带走。好，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惨，只有一丝血了，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其实现在就比较怂了，毕竟血比较少，做什么事情你都比较怂。你看包括我这边小心翼翼的搜点，
生怕被一颗子弹啊夺掉性命。然后往这拉过来，看到一个小脑袋，但是很不幸被左边的一个家伙埋伏了。哎，他躲在那个箱子后面了，应该是啊，他那个位置是不错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啊，也是要跟他学习一下。好了，然后这边这个队友有个队友在呱唧，我们直接捡掉，来到下一回合。下一回合的话，先在家里守一下。那这个队友退游戏了，包掉在地上，我们捡起来。然后就哎，对面打太凶了，你看我这从家里还没出来啊，就被对面直接压在家里打。然后后面也来了一个，直接把我包饺子带走啊。对面打得太凶了，但是我们到后面呢，这边的阵容也是来了几个厉害的，一起啊把对面给强行翻盘了，这都是后话啊。好的，下一回合我们再继续来走一下这个 B 点，先在这个门这边卡一下啊。你们不是打得凶吗？我等你来追我们，我们打一个防守，虽然我们是进攻方，但是我们打一个防守，因为对面打的实在太凶了，你不要跟他硬杠，这种情况下动动脑子。好，他来找了，哎，这个队友牺牲掉了，然后我们是把人球射，这里有点对不起这个队友，其实他出来的一瞬间，我完全是可以把他秒杀，这个不要让队友白白搭上一条性命的，可是我这个最近枪法比较水，没有把他秒杀，害得队友丢了一条性命，内心非常惭愧。然后跟那边的那个哥们儿刚枪刚不过他，感觉所以说有点怂，就退了回来。这个时候包也是下了，但是在 A 点下的包，我了个乖乖，你这个跑不过去了呀。然后也是在跑路的过程中呢，包就被拆掉了啊。我这一局是我的错啊，我的错，因为没有注意到拿包的队友是往 A 点走的，然后我是往 B 点走的，这边导致这个。这边的这个啊比较分散，打得比较分散，然后包也是没有能及时的保护好啊，这是我的锅。好，然后下一回合呢，来跟着这边的这个小队小比伯一起来啊，一起来这个走一下 A 点，先跳到这个窗口这边，然后看一下高台上的人，哎，果然有人来，不要跑，哎，有点水扫掉带走，后面那个是助攻，然后再跳回去，我们也是被打了个大残啊，最近枪法确实比较水啊，确实是比较水，这是很难办的。然后队友开着进步慢溜过去，咱们从这边窗户呢啊，从这边跳下去，然后从这边个地方拐到，这个时候从桥上下来个人，二话不说一枪就把我带走了。哎呀，我真是有点忧伤了啊，主要是残血他这个不打头，一枪一颗子弹也是能把你秒掉的，而且在高地势和低地势这个地势上的不同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啊地形的这个地形优势啊。然后上直接冲 B 点带走一个爆头，也是打击一下他们这个嚣张的气焰啊！你一个防守方，你打得这么凶干什么？然后下意识的呢，往这边这个墙呢穿墙，防止被人给偷袭啊，被人给埋伏。然后队友是过来帮我们开路，哎，看到一个人，哎，有点水，然后被队友带走啊！这个最近这个枪法怎么这么水呢？我真是服了，可能是天气太热啊，天气太热导致我的技术有所下降。哎，这个说到这个天热，我真的是要吐槽了。你说这，我们大济南啊，36度，你敢信？36度啊，这个没空调，这个风扇呢、啊，转的不是很给力。前一阵这个还停电了啊，这都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所以说，我现在只想赶紧放假回家吹吹空调。好，这个地方下不去吗？我见能下去的啊。好的，然后下去以后呢，我们去中路看一下。我感觉中路应该会有人啊，果然捡到一个漏子，看到一个屁股，然后一阵狂扫，一阵狂泼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把他给带走的。反正这个天热应该算是一个原因吧，感觉这个拿鼠标的手都黏黏糊糊的，你肯定打不好，是不是？好，完美给自己找台阶下，完美给自己找借口。有空还是应该练练枪法的啊。然后下一回合呢，我决定呢打得与众不同一点，我要在中路刚一刚枪啊。我们看一下中路有没有人跟我刚枪，所以说在中路呢在等了很久，哎，对面有一个人好像要跟我们刚枪，于是我就在这边给他刚枪。刚了很久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家不是一个步枪啊，人家是一个狙。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步枪呢，没想到被人家一枪给崩了。我当时还在想，这家伙这么水，打了半天一滴血都没有掉我。后来才发现，人家是一个狙，一枪就把我崩了。然后这边呢，我没有剪掉，我们一起来围观一下一个黄金比伯如何大开杀戒，带领我们翻盘的故事。他在中路呢三杀带走中路的三个人，然后现在是场上1v3，然后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捡包然后下包。好的，只见他啊，这可是一个小比伯呀啊，黄金比伯呀啊，他这个时间他非常淡定的来到了 B 点，先搜了一下点啊，搜了一下点以后呢过来果断开始下包。好的，下包下完包以后呢，然后来到这一边的这个小屋子里呢，静静的等待敌人来拆包。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策略，就是他卡住这个点以后呢，
他的这个包下来的那个位置正好能从这个房屋这个地方透过门缝看到那个点。然后当有人来拆包的时候，他听到了脚步声，但是他不着急开枪，也不着急出去杀人，他在这里看到人静静的等待他来拆包，然后一枪爆头带走。这时候有人来抓他，只见他一个切枪秒头带走，后面有一个来抓他，直接完成六杀爆头。我靠，真的是六到不行，我也是直接在底下给他扣了三个六啊。可以的啊，黄金比伯技术，这个技术是可以的啊，跟人家学学是不是？哎，当时我都无地自容了。你看，你看人家的枪法，你再看看你，你简直就是一菜逼啊！好，我们下一回合来跳到这个窗口这里来，继续来看一下高台这边。好，发现两个人，一个狂泼带走，哎，后面又来一个，继续不要把他放走，爆头带走。好的，然后打掉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走这边这条路，因为第一回合啊。我已经是被那个箱子后面的那家伙偷袭，已经是长记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特地啊穿，我用了一梭子子弹来穿这一个箱子，防止有人在偷袭我啊。然后没有人，我们继续来搜一下点，看一下身上的两个敌人啊。拿包的是在 A 点嘛，我们就赶过去，哎，这边发现一个，然后下意识的爆头带走啊，可以的。最近拿这个点射能力不是很强啊，扫射还可以，扫射的话AK 的压枪能力又不大行啊， M4 的还可以。反正这个东西我需要慢慢的调整，然后慢慢的找感觉吧。最近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大家也都能看出来啊。我最近真的是也是不大喜，对这个摄影机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热情了啊。这个视频拖更也比较严重啊，可能还是因为热的，对，就是因为热的啊。这个太热了以后导致你这个心情就很不好啊，做什么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激情没有动力了啊。等放了假就好了啊，我觉得放了假就好了。等放了假，我们的这个视频呢，就这个给大家把之前的一些落掉的东西补一补，然后我要去搞直播，希望大家来我直播间捧捧场。那至于直播间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方便给大家说在哪里，所以大家可以加好的 QQ 号466886887来关注一下我的 QQ 空间，我这个会把我的直播间呢发到我的 QQ 空间里。好了，这个废话扯这么多，然后这边看到一个过来拆包的啊，然后强行扫死啊。哎呀，这个我要是打不死他，我真的是没脸混了。看到没有，这么近的距离我竟然一直狂扫，扫了将近三秒钟。不过也好，能扫死就行了啊，能扫死就行了。然后对面还有一个人啊，反正从这一回合开始呢，我们这边的阵容呢明显开始一个反击的一个阵容啊，就是这个形式啊，开始反攻对面了。因为一开始一直在被对面吊着打嘛，长汉的比分也是一直是一个两位数比一位数。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阵容来了两个比较厉害的吧，一个黄金比伯，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我一个一个朋友，也是比枪法比较硬的，过来也是带领我们啊逆袭，功不可没呀。当然了，我的功劳也是有的，是不是？好了，我们这一回合拿包来中路刚一刚枪。哎，我不服，我上一次被你打死了，今天我这一回我一定要给你刚啊，往死里刚。好的，你别给我跑，我是记仇的人是吧？我就是很记仇 ，nice 复仇，爆头带走。啊，这个中路钢枪它主要还是地形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你想想，这个地形它在高处，你在低处，你打它啊就是不好打。那再加上它可能是一个狙击啊，它是狙击吗？我不知道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最近这个视力有点下降，我主要是看不大清他们啊。我凭感觉呢啊，凭意识呢在跟他钢枪。好，这边有一个屁股啊，没有看到我，然后一阵狂泼，然后拿了一个助攻。然后剩下的人头呢也是被队友收掉了，我们轻松来到了下一回合，场上的比分也是被我们追到了11-7啊，这个场面形势非常的乐观。大概就是从这一回合开始，我们阵容就一直赢了，就没输过了啊，打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好，我们拿包不要怂，直接往上干啊，直接冲，直接扫掉啊。这个气势一旦打起来了就完全不怂了，那就是干，还让你们打得这么凶，你们一个防守方整天压到我们家里打是吧，这忍不了。好的，然后队友过去安包去了，咱们过来搜一下点，看一下有没有漏掉的人，然后去他们家里看一下啊，去他们家里看一下。哎，等一下，包是下在了啊，那我们先守一下包吧啊，在这里守一下包，然后追求稳嘛，是不是稳一点，看一下左手边啊，没有人啊，卡点看一下，没有人啊，没有人，队友过去直接是收掉两个人头啊，队友确实是太硬了啊。好，来到下一回合啊，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人也是跑没了，对面跑的就剩三个人了，我们这边是四五个人嘛，四个人还是五个人啊，都跑没了。感觉现在在夸父频道里玩这种非主流图的人比较少，都是在玩这个沙漠啊。
我是真的是玩够沙漠了，所以说我这边是强行找了一个人比较还算是可以的这个房间来打一打这个冰雪山庄啊。夏天到了，非常的热，是吧？我们在游戏里找一下这个凉意，是不是？好，这边有一个在挂机的，我们这边这个没打死，这有点搞笑了。他应该是有头盔的，明明打到头了，但是一枪没打死。好，后面还有一个没看到我们的，也是爆头带走。队友在 B 点下包，我们过去去守一下包哈。然后最后一个敌人呢就被收掉了哈，被刺刀给囊死了。果然是六啊，果然是六。好的，然后下回合呢，我们还是我们的老路线。其实，你在一个房间里打多了以后呢，你就能发现对面套路。大家可以看到，我也是一直在一个什么套路呢？哎，等一等，这一回合先不要冲。中路好像要下来人的节奏，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呢，看一下场上的形势，也是听一下声音。好，这个时候感觉中路下来人了，好放过去第一个，然后看第二个爆头带走啊，不是爆头带走啊，直接带走。后面的人呢追着扫，把他扫掉。这里呢，我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把第一个人先放走，再去找第二个。其实很多时候这算是一种策略啊。如果你是打一个埋伏，然后有一大帮的有一大堆人呢，来找你的话，第一个人过去。不要急，第二人过去也不要急，你等最后一个人过去以后呢，你从后面再过去一网打尽，这是一种策略。如果第一个人出来你就迫不及待的出来这个跟他们钢枪的话呢，你的下场应该会很惨，你最多也就把第一个人收掉，后面的一堆人都看到你，直接就把你乱弹扫死了。所以说大家在打这个爆破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是寻找一种思路啊，也不是单纯的钢枪，单纯的钢枪我觉得不如去打团战。这个就为什么很多爆破这个大神呢，他的枪法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比如说我，我现在枪法就很水了，所以说我现在基本就是从一些想法上入手。你看很多以前很流行一种比较坏的风气，叫做偷袭的都是狗啊。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肯定是不能打好爆破的，是不是？谁规定打爆破一定要正面钢枪啊？你傻吗？是不是？你正面打不过你，难道不知道绕一绕，跑一跑图，打一个侧面，或者是？打一个配合，各种很多打法，爆破的打法是最多的了。好，这边一个没有看到我，直接爆头带走。家里还有挂机的，直接是调了一个皮，拿刀给他砍掉啊。所以说大家看我视频呢，也是希望枪法这个东西不能教给你们更多，你们可以自己去练一练，是吧？但是这个思路呢，你可以从我这里找一些啊，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打得更加的猥琐，更加的有味道啊？怎么把这个 KD 打上去 ？KD 打上去，无非。你看我打爆破可能杀人头人头不多，但是 KD 比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 KD 比提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枪法很硬啊，很刚，你收一大堆人头你死两次也不要紧啊，因为你杀的人头已经远远了高于你的死亡数了。第二个就是你杀的人可能并不多，一回合可能就杀一两个，但是你从来没死过，这样你的 KD 比就会很高啊。反正这些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爆破的思路啊，你爆破有很多打法啊，有很多打法。然后下一回合呢啊，直接是有点傻缺啊，在中路跟对面刚了很久，没想到被对面偷了个屁股啊，也是能看出来对面还是很硬啊，还是很硬，还是给我们冲家啊。好了，下一回合我打步枪打够了，然后拿出了我们新出的这个寒霜啊，调皮的玩了玩。然后先是在中路呢跟这个家伙刚啊，来这个当狙击用嘛，是吧？然后跟他打了很久啊，这个寒霜他主要是手感很奇怪啊。然后爆头带走，可以啊。然后不过这个爆头带走以后呢，后面就没有什么啊，后面就杀不到人了啊。这个寒霜打爆破好像很少见有人用啊，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狙击用的话，完全不如这个巴雷特啊，这个 AWM 啊，什么那种传统的狙击用起来舒服啊。所以说我其实打挑战还可以，但是我不是很看好这个武器，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出的武器啊，比较新意啊，比较有新意，比较好玩，比较有趣，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我觉得实用性上还是比较差的。我在这边瞄了很久，射了很多箭，然而一个没有打死，还被人追着打啊，也是直接是被人追着打死了。然后这一局是最后一回合了啊，11-12。然后我们的剩下的这一个队友非常的硬啊，也是不是我们最后一个队友，是我们三个打最后一个人啊，也是顺利赢得了这场比赛啊，也这一场也算是一个逆袭。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啊，然后最近啊，然后再说点题外话啊，最近天气确实是比较热，我这个发视频的这个热情呢也比较的小，然后这边的这个期末考试我也要花点时间来这个学习啊，所以大家
这个视频这一方面呢，不要催啊，你这个催这个本来心情就烦躁，你这么一催我更不想发视频了。希望大家这个还是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 QQ 空间，我有最新视频都会往 QQ 空间分享的。好了，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